要来个青色的是吧？这里是半斤咯，啊，够不够？19块。买鱼吗？靓女，要什么鱼？要龙虾，要黄骨，还是要鲫鱼、草鱼？吃什么说嘛？草鱼怎么办了？草鱼8块啊！啊，八块一斤。要多大的？我帮你扎。啊？这个不是草鱼，这个脆碗小妹，我一米要了那种草鱼，那个一条一条的，多大呀？不大，一斤多到两斤，可不可以？啊，可以是吧？可以，我来帮你炸一下，我来帮你炸，马上。哎，老板，别管事，就帮我炸条鱼给他。帮我炸点鱼去了，草鱼，一斤多的到两斤。他不要大的，要小的，炸给他。两个。大两斤左右的了。拿过来。16块，刚好两斤。你要什么鱼？虾没有，鱼就有。你为什么要看这个？啊？完了。哎呦！好，香港有这样的卖吗？啊，小妹，可是你香港有这样的卖吗？